网友在英国伦敦偶遇郭晶晶和霍启刚，夫妻两人在某餐厅和朋友一起聚餐，餐后霍启刚还细心的帮太太拍照留念，十分恩爱。北京时间凌晨三点，也就是伦敦时间晚上七点，吃晚饭的时候，该名网友上传了一段视频，并且配了吃个饭偶遇跳水皇后郭晶晶，真人挺瘦的，特别接地气，看他和朋友们聊得挺开心，不敢去合影，走的时候不忘记要老公霍启刚拍照，真的就是幸福小女人而已没了。根据视频截图，虽然有点模糊，但是还是能看出这间餐厅非常豪华上档次，有一大面的落地窗户，直接能看到外面的高楼大厦，非常气派。有很多人也像郭晶晶夫妇一样在楼梯的拐角处拍照，夫妻两人可以说一直很恩爱很接地气了。而霍启刚更是出了名的宠妻狂，之前他有个采访就和平常一样，一句话里肯定会提到他的太太郭晶晶，可见两人感情之深。之前夫妻两人还带着儿子回郭晶晶的家乡进行探访，全程都很接地气，被人称赞。